大家好，我是盒马副委 Martin， 我们来深度解析一下盒马独家代理的 Wood Valley 这套三房联排别墅在售。这是别墅门前，门牌号207，它的信箱就是我手指这个位置，非常近。门前这条路全部可以停车，从我手指这个方向走到 Town Center 差不多也就5分钟时间，比我以前在 Wood Valley 这套single house 到他们的距离更近很多。我之前那套房走过去大概10分钟。这是门前的门廊，快递一般就放在门口，这里淋不到雨。稍微提一下，对面这套211门牌也是我们团队管理的，现在正在出租。我们平台管理的3000多套房子。进来之后，一楼是实木地板 ，hardwood。这个在新房过程中是很少用到的，只有在老的二手房才会有，但这套房其实也不算老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户型是非常非常好，也非常简单和清晰的。进来之后这边有一个壁炉，这个房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叫family room， 它有3个厅，有餐厅和2个客厅，这是进门的第一个客厅。你看拱形西班牙风格的窗户，四扇窗户，实木的百叶窗，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材质。这个壁炉在新房中很少见。Wood Valley 房子是2005年到2012年建成的，有些户型不是很好，但这个房子户型真的非常棒，采光也非常好。楼上主卧是朝南的，现在这面是朝西，这面朝西。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中午的时候1点多钟，阳光已经快晒到了餐厅的位置。这边有一个小院子，在上面可以做一个类似于 California Room 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棚，可以遮一些阳光，当然这样也很好。好，这是 Family Room。 Family Room 实际上是我们老美这边分的比较细，就是还有 living room、family room， 有些人经常会把它搞混。family room 是作为 family friend， 特别强调是家人一样的朋友会在进门，他们允许家人朋友进门就坐在这边。如果是陌生人，可能就在门口；如果是家人朋友，就是进门在客厅的位置。那这个 living room 呢，我们称为起居室。起居室就是主人和家人生活的空间。这边也是有窗户可以看到自己的中庭，看到自己的侧院。所以 family room 是给家人朋友用的， living room 起居室是给自己主人和自己的家人使用的。这些家具都是屋主的家具，软装是 stage 的。这个家具可以问屋主要下来，如果买家想快速入住的话，可以省得买家具了。这个位置正好放一个电视机，这些都是实木的。好，这是厨房，中央岛台也是不大不小，正好吃早餐可以在这里，如果是正餐的话可以在旁边的餐厅。三星的冰箱也可以留给买家。灶台后面的backsplash 就是厨房的背板是非常漂亮的，和厨房岛台是颜色是非常 match， 非常匹配。主卧颜色、地板颜色都是这种棕黄色，但是不是特别深，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水龙头这边是有窗户，可以看到对面邻居。 Wood Valley 社区的树木非常粗壮，社区环境非常好，而且生态也很好，经常有小兔子在社区里跑来跑去。好，我们再往里走，右手边这边是一楼的半个卫生间，左手边是一个储藏室，然后这边是洗衣房和通往车库的门。这里有2个电表箱，这边有一个一部分的电路保护开关在里面，另外一部分是在外面，楼的外面。这是洗衣机、烘干机，然后这是通往车库，2车位车库。好，我们去二楼看一下。
整个房子一楼二楼都是木地板，除了这个楼梯的位置是地毯，这地毯也是新换的，是比较厚的地毯，品质很不错。整个房子的墙壁重新粉刷过，没有任何瑕疵。上来之后是两个次卧共用的卫生间，这是一个全卫带淋浴房的，就是浴缸和淋浴房一体的。这是门楼梯口的储物空间，储物空间也非常多。楼上每一个房间采光都很好。这个房间窗户，这个房间也是朝南的，西南方向的话是最好的朝向。有一门的衣帽柜，楼上都是木地板，房间里都是木地板，实木地板。这是另外一个次卧，房间是对着下面的社区，可以看到树木非常漂亮，也是有一门衣帽柜。我们最后看一下主卧，主卧采光非常好，正好这个窗户就是对着自己家的侧院，现在这阳光正好是在西南朝向，所以跟楼下的餐厅一样，阳光可以晒到卫生间，很亮。还有浴缸，有淋浴房，而且整个浴缸和淋浴房的这个瓷砖和楼下的那个厨房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棕黄色，搭配的非常好。里面有一个衣帽间，衣帽间还是蛮大的。我没有开灯，衣帽间里面没有开灯，自然光已经很亮。好，这是主卧，放了一个 king size 床和两个床头柜，也是全实木地板。主卧的窗户也是很多，这个朝向可以看社区。这边还有一个装饰的门，如果觉得不够亮的话，可以把这个磨砂玻璃换成更亮一点的玻璃。把这个门打开，有个装饰阳台，可以踩出去的，可以看到社区景观，满眼都是绿色。汤生的就在这个方向，就是我手指这个方向，走过去才五分钟。下面这一排都可以停车，回家也是很方便。好，这是主卧。好，我今天深度拍摄了一下我们河马团队在 Woodbury 社区独家代理的这套三房2.5卫的联排别墅，它是边套，三面其实是没有邻居的，距离汤森特只要五分钟步行，然后楼上楼下有很多升级，全实木地板，然后客厅的话是有两个客厅，有 living room， 有 family room， 还有餐厅，户型结构非常好，采光也非常好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房，尽快下 offer， 这套房子应该预估的话，这一两周就会卖掉了。谢谢大家。